图书馆。这个是吧？这儿。必须上市，请先看。找这本书，四楼社科文献借阅室。OK， 电梯。叮咚。能来图书馆的都是有文化的人。哦，所以我们要小声一点。瞬间，四楼。哎，这。你看我这眼神还好使呢，今天。我。有猎人，怎么有猎人呢？喏，社科文献。那么巧，刚好你没在这儿啊。他看一下规则。家属队员进入图书馆，带上分贝仪警报器。图书馆中有静音猎人巡逻抓捕，所以我们要很小声。队员们必须在这个恐怖图书馆的茫茫书海中找到《测长沙》这本书，再从中探寻线索，解除密码。图书馆中有三名猎人，若队员行动时发出超过60分贝的声音，警报即刻响起，猎人循声抓捕。现在我要测试一下这个分贝，老婆我爱你。连跑步声音都有哎！啊！哇啊啊！哦！所以他就是在这儿，我们就安全了，对吗？对。OK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9284，没有啊。9289，20，这是。紧接着就是33。中间的书肯定被谁借走了。好。
好不容易找到侧长沙的存放位置，却发现书被借走，看来又要在茫茫人海里大海捞针了。此时救命的六个数字密码却只找到三个，时间仅剩三分钟，如果六名猎人全部放出，这还怎么活？是不是要等他们的人过来咱们一块输啊？先把咱们输。二四六二四六，好，好，好，二十六，确认吗？不不不用，等得等他们一块。行，确定确定，有了，不要问了，找到了，快出来出来，有了，不要问了，找到了，快出来，快出来，线索找到了，快快快快快快八九，你赶紧输五八九，五八九，五八九。哎，为什么确认不了？被他拉出来了，这关键咱们不能确定他们对不对啊？我们是五八九，按输的那个翻页。他们是按输的翻页是五八九，没错的。没有。二四没有，这个这个是一。一四六，一三，我跟你说，我确认了，我确认了，开了。我知道了，是你那张纸是对的，你给我们看那张纸是错的。这是抖一，然后这抖瑞咪，这不是咪姐姐哥，你看一下他那另外一张图，他就给错谱子了，刚才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大老师你不识谱，不是，大老师你不靠谱。好吧，大老师，你在这算，你不，走了，好，快，咱们前往地铁一号线，咱们我们撤了吧。前往地铁一号线，好，赶紧，这儿太不安全了，走走走。